应该是对这个三十四页讲起了，但是咱对头前这个经文，我再念一下，就是三十二页。善男子，无上法王，犹大陀罗尼。犹大陀罗尼文，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婆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应断无明方成佛道。那么今麦即句陀罗尼哈，即句陀罗尼，咱前日拜有讲过，就是中持。总之来底就是给讲，总立一切法持之不信。那么咱以前来底有写四种的陀罗尼安尼，哦，就是讲这个法陀罗尼、义陀罗尼，啊加这个定陀罗尼，啊数者就是九陀罗尼。那么这重要以前来底有解释，重要是这个义陀罗尼。比如讲，这个个法陀罗尼哈，就是对佛陀之教法，闻持而不忘，对吗？迄我帮有写过哈。那么第二就是讲五祖法义，八万四千的法义，你别记哦，别记住，就是总持而不忘。那么第三，伊就讲这个定哈，定就讲知三摩地。就是有哪这个三脉，就是精神一生中的这修学中哦，精神的散乱，拢会集中安尼意思。那么这九陀罗尼呢，就是讲一定开发必比记，自有不测之心念，这个位置修安尼。但是我有补充一条，补充一条叫做啥？念陀罗尼。念陀罗尼的意思是给讲安尼，对法的实相令安住为之念，正诸法实相是安住，安尼叫做念陀罗尼。哦，这经会都讲起这问题。那么咱先过来哈，咱先过来三十四页。最重要是这句陀罗尼，可以当成就圆觉嘛哈。而且这个四种陀罗尼，你若是未当。无实际话，你要达到圆觉无可能。所以即摆翻过来第四页吼，第三十四页，咱对这第三章讲起安尼，第三章尾啊，就是、讲一切如来本起因地，该是依处圆明，普照之清净觉相为心境。咱对这。这个佛尊，这个就讲三世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就讲一切如来，伊就是伫因地起修，因地起修就讲菩萨的意思，菩萨的有一个实际的修行，但是伊的修行唔是盲目哦，唔是盲目哈，安听好无？盲目就不对了。不是讲，我想要修啥就要修啥，不是安尼。一定爱以这个圆明普照的清净觉相为基准安尼，为心境。那么这个清净觉相这个指啥物？当然是个指咱人迄个空性真如的意思。目标是掠伫遮下，唔通讲我今日修行就要得到什么善报，不是安尼，绝对不是安尼。那安尼吼。咱有一句话讲，叫做小 case 哈，敢是有这句话哈？大诶佛尊诶，这个诶，这个德行你唔去修，啊唔去学，啊学迄点一点啊有老善诶，有老报，安尼就叫欢喜，这样是不对的哈，安尼唔对啊。所以目标是立伫未来清净，觉醒了，觉成就个人诶如来体性。啊，再来成就佛道，而且这个福德安尼，哦，这些讲安尼。啊，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给补充头前句，伊讲菩萨想要达到佛果，
有那一定爱依处中持的一切清净功德之愿觉陀罗尼门之义理为境界安尼。哦，咱正话就咱正话就讲到这呢。哦，譬如讲今仔日，咱即嘛会使甲咱注意讲啦吼。咱师王世愿发落啊，啊嘛是去听大乘经啊。啊，去听大乘经，咱嘛是怎讲？咱将来是一定要成佛安尼。可以安尼讲啦吼。但是要成佛，咱即嘛唔得行，发大乘心，要修菩萨道。但咱目的有那是为着达到佛果安尼，这是咱的目标甲目的地一定爱安尼。那既然要安尼哦，有那爱按照宗持一切清净功德。来谈到这段讲话在内容，甲前礼拜讲的在，什么叫做清净功德？这个叫做无漏，咱听好无？因为这个定吼，有分有漏甲无漏。那么这个有漏是差不多这个对台的六道善报安尼，这个叫做有漏。那今日咱要修这个清净功德，这个无漏功德哦，一定要付漏啥？符合着咱人迄个虚空实相，迄个是无相，所以未使执着得着。如果你若是执着，当然你将来生是有漏之仙，品质就是有漏仙，或者必定有漏报安尼。啊，毋过报亲吼，不得重新轮回，必定的嘛。这段报，看你报偌久，啊，报偌久了，你去重新轮回，所以一定爱静定。净贤无诸不缺，三轮体空。但是会记住咯，无所住唔过爱发心哦，唔是讲我无所住无所种，我得免做哦，唔是安尼哈。安尼得违背因果啦哈，违背因果。一定今仔日咱要成就佛道，就是伫这个菩萨因地起修，将来佮成就这个果定。哦，这点要注意安尼哈。所以，但是这个安尼安怎，伊即么这个？按照陀罗尼门的义理，陀罗尼门的义理，咱谈，咱就来讲两点，就是伫这个发陀罗尼、发陀罗尼甲义陀罗尼这个为重点。比如讲发陀罗尼，讲佛陀之教法哦，所以咱一味研究八万四千法一定研究，但是学甲卖袂记自然的，哦。啊，安怎较会袂晓袂记？咱即摆考虑，因为这个是智慧法则，啊，甲定力个问题，所以心内底包括第二点，就讲依托到你讲诸法之义，终是义不忘。如果你若断断续续学，学了袂解周全，啊，若是无认真学吼，我讲一句真歹势啊，今年学学，明年拢无半滴。啊，你唔知安怎，我唔知啊吼。但我咧讲，差不多初初结二吼，必定会安尼。我都有甲恁讲过吼，我即摆有两句话通去讲，我唔是无张纸就随下。今生今世我嘛有四十几档啊，听吼。啊，我去看册，啊，在当时吼，我唔是干那看佛经。我怎有甲恁讲，我嘛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吼。我怎有甲恁讲安尼嘛？十章就对啦，啊，这个《道德经》也看，啊，这个搁啥物货呢？啊，这个《南华经》也看，啊，四书五经拢看，啊，中国的这个书籍啦，吼、哦，也是这个，迄、那个《资治通鉴》拢看。所以我昨忽然间伫路边会当写着一寡有关尧舜，吼、哦，啊，有关爱因斯坦，有关孔夫子，诶，这个微团学的问题嘛。啊！伫大论，我即摆就想着，现在我就写，所以我甲整理一下，安尼甲写起来。啊，这写起来了后，即摆咱会当观这个世间的变化。有阵吼，你观这个世间变化，你安尼看着感触着会知影讲，到底人类是安怎样？啊，这个人伫新闻顶报是安怎？属于对一类，咱谁知影？啊，是安怎开安尼？因为咱伫迄个内底人所悟到的，就准会当随时流落安尼。哦，这个含咱啊，界啦、定啦、非有直接关系，所以起码伊即话甲讲，无漏功德个弯角脱了你无之义理哦，诶，义理就讲，照头前前日计讲迄五种诶义理，
作为咱的境界呢。所以第一，你一定爱佛法的教法，就是包括法陀罗尼啦、依陀罗尼啦、定陀罗尼、受陀罗尼、甲忍陀罗尼安尼，用这四个做标准，这五点做标准，这个叫做境界上。所以咱袂使盲目啦，那盲目对咱个人来讲，事实讲吼安尼，咱呢学学到尾也无半项滴咧。啊，所以咱昨有哪有讲出一个问题，咱人国人诶，这个个信仰方面吼，含咱人诶地位是有关的，有无？昨有讲安尼有无？含咱人诶基因有关的，今生今世为什么会信仰到这个邪法？唔信仰正教，就是因为过去盲目。不过盲目即马学无着正理，啊，毋过拢空空伫地背熟练啊。嗯，伫地背熟了，今生今世就是你有做人，安尼你嘛是，事实讲袂当集中到即个佛陀的正义去确确实实去学安尼。啊，就天来要信邪教啦，要信异端啦，要信诸道啦。哦，迄、那个就是咱人的即个个啥，伫即个个正知识内底所流露出来。啊！你今生就是讲，我都要实实在在按照着这个圆觉陀罗尼门这个义理来去修，那么就是空落嘛，就是空落了。你把这个信仰啦、宗教信仰，啊，你流落就是拢完全符合佛陀这个圆觉陀罗尼的义理，显露迄个境界，迄、那个显露迄个叫做相，听好不？一个人讲话就是有语言相，一个人的修学的行为。就是有一个动向嘛咧，安尼都拢总符合着迄个啥，符合着这个佛法中的义理安尼。哦，所以今生今世中，你过去若无学，事实讲你嘛别来遮坐啦。我讲真正啦，你若可能会遮坐，因为因缘未，迄、那个基因内底因缘吼都无下嘛，所以你就未遮坐。但是咱今日遮坐，搁再有实实在在搁再来学。那么咱对这个佛法的义理吼，实际讲会入深。啊，将来迄、那个将来吼，你要显露迄个相也好，自修也好，教育也好，语言也好，拢总好，这个相拢总有下着陀罗尼的境界。哦，这是必然的嘛。哦，所以进来底较下面较个一句，依起照镜之地哦。照这个境哈，那么这个境界上的境，就是第一心境，第二世间的这个个思想境安尼。哈、哦，你会当，你会当照，就是你一定有智慧。啊，你若无，你袂当照。到底今仔日这个世境是安怎样？是缘起，这个我哪会当照出来？哈、哦，但是你要照世间缘起。唯识空哦，众生平等性地，你要对接出来哦。这个就讲你会当起照镜之地，那么这个是灵验依果地，进入灵验依果地，各位因地心智，什么叫做因灵验？这个灵验就讲大中持的意思，听无？迄句我写一下，大中持。灵验的这些东西，就是等于头前给讲的这个大陀罗尼门，安怎样？所以以灵验高地，高地觉为因地心智，高地觉就讲佛尊的觉性。但是佛尊的觉性，你会当照因地你迄个心是安怎进步出来啊？好，你即卖来。这个第一就讲，我将来会当达到实际的大宗时，就是这个头前去讲无上法王大陀罗尼门安尼。这句话来讲安尼哈，讲头前句的。但是你着知影，这情形就是你因地心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完全知影，将来我要成就法王，哦，我个人要成就大陀罗尼门啊，大宗时。这个是因地起心而做出来，所以咱今仔日一定要实际修行，但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目标。
所以你若会当安尼伫因地起心意，啊实在发心，迄、那个叫因处发心啊。哦，即个我讲一遍哈，将来的目标，咱大家拢达到无上法王的大陀罗尼门，咱大家一定会安尼。可是呢，伫因地发心，就是一定爱修菩萨道。菩萨道的这四项，第一，你一定伫佛法中的教法。一定要不断的闻持，闻持到你将来未去有未记者。第二义陀罗尼中间就讲，伫法义上总持，法义上唔当去唔对，啊法义唔当去未记者呢？安怎样？但是不但未去有未记者咯，你会当变通哦，听无？你今仔日学者，你把这个变通就接受。所以注意这个咱人，而且界定自然都会。我目前安尼是有小发展出来了，小发，譬如讲这个道苗，啊加这个辩论，佛法有小发，人下离婚哦，啊自己讲，加上讲讲几多话安尼，哦，迄个也变在无碍嘛。但这个下离婚的水准会当，咱今仔日咱若学落，迄个毅力的发展嘛是会当啊。哦，但这个毅力的发展会当吼，我再甲注意讲。第一，你爱真真正正做去研究。第二呢，你一定爱以三不老学改定慧，来实质的改变家己。我常所以有计讲，咱人迄个基因内底那是坏种子吼，你不改良也不行。不改良，你永远伫六道轮回嘛。哦，啊，你若要改良，我常大家讲，不是用科学观点来改良哦。一定用佛法中的这个道理来改良，改良。哦，啊，改良，即比如讲佛道过去，含咱拢烧香哦，凡夫俗子哦，但是咱佛道会用改良，啊，咱袂用改良，啊，咱袂用改良，咱个先啦，搁再是艰苦累累，过去作业做到真那个，还个唔愿煞，还个要去继续作业，众生拢安尼嘛，但是这是众生的这个无知无明。不敌哦，啊嘛是不灵哦。但恁今仔既然有这因缘来闻到这个大乘经教，当然咱个人一定爱从业识的精气，好好改良，好好去改净土安。哦，安尼就对啊。好，要讲简单是真简单，不过要改良真困难哦。不过咱今仔日若愈听愈分析。分析怎样吼？愈听愈分析，啊，慢慢慢慢，你就是每一遍去听都去改良啊，就是自然有改良。哦，这点要注意一下哈。所以这个严格讲，迄个个因一定爱安尼，伫个因地，因地的作为上发心。啊，较会当达到因果相应，因为你有加改良，啊，佮有加发大心，有按照这个陀罗尼门伫个修行，吼、哦，安尼就是因兼未来的福果会相应哦，听无？啊，你若是讲都无咧，无咧啦，无都未相应啊，未相应，你讲我会成佛，啊，变哪成？想看卖啊，变哪成？你本身无因果，譬如讲。佛因就是菩提因嘛，伫处菩提嘛，伫菩提因了后，开始伫进行，啊，你就唔怕当成就佛道，所以伫菩提因内底一定爱滴滴相闻嘛，听无？你唔是干自修就好哦，你一定爱去教育众生啊，一定爱安尼进步。啊，你若无教育众生，就有想讲啊，我都阿无法度，无法度不要紧，暂时，不过一定爱较紧学通好。多自多兼多，他较紧学，哦，一定爱安尼嘛，吼、哦，所以这个感觉下面较一句，伫处菩提，比如正规的规正道的道安尼。啊，你若讲一块园，一块方寸的宝殿，你甲放了旁园，你拢唔甲正，所以你哪有可能讲我摆只来要修行上面呢？好、哦，按过你爱个注意，你若建立有老因。那么你修将来修成就人天果，哦，都见过这过。啊，你若建立树体
主修因，啊，就讲这个十二因起三十七道品的主修因，你办这必定成就阿罗汉甲辟支佛安尼，这叫做正规的过。啊，你若是如果讲今仔日读这大乘经典了，你就知影讲，今仔日要成就佛道，你一定要建立菩萨因。哦，啊，你菩萨因建立起来了，迄块方寸宝殿，你甲填菩萨种子落。这个不是坏种子，这是火种子。咱听哈，佛种子啦。所以有一句讲佛种种缘起吗？哦，佛种种缘起啊。我拜日啦，要成就佛证。啊，你要成就佛证，第一，你先菩提心。啊，但是菩提心成未吼？唔是讲我念，我多发心就好啊。一定爱甲助缘。你讲一个实问吼，你先自甲念落，念落了，你绝对爱有用功。我跟你讲，真正无用功袂使。迄个见。啊，即你想讲我菩提心成了，我即是伫对一只。热能热量，哦，啊，即迄个热唔是安尼得，还佫有一个相当的水分啊，相当的肥料，迄、那个叫做助缘。啊，助缘即么即个苗，精苗哈，精气啊，即下就布芽，啊，布芽即么就形状个茁壮，茁壮。譬如讲你白只茁壮是佮讲甚物啦？就讲你迄个无污染的水准啊，迄个茁壮。啊，不过头头会记着，这个苗要培养起来吼，有阵足紧得去发芽。讲话你听有无？你讲吼，水分伤济也袂使啦，阳光伤强也袂使啦，水分伤济长会烂根啦。所以有个人吼，哦，噗噗跳兴起起，我无修佛道袂使，我无安怎，啊，就变啥？一年第一年佛现现，好拼命，啊，这那是个勤啊，现吼安尼。定了伤安安尼，哦，啊，就拼命冲哦，要冲啥呢？但是第二年呢，不半天，意思一半一半。啊，第三年呢，好不见，已经升天去了，啊，唔过是升天挂角啊，啊，所以足多人哦，修行中这个幼苗就连理啊，所以注意一个字哦，学佛唔是保持一生尔。是保持未来世啊！你还知影？佛道以三大阿僧基建，他成就啊！啊，有诶，就发大心了，就巧言嘛。哦，即个爱注意哈，不断一直咧温习，一直学，啊，改得一直注重个好势，注重好势，你对世间法内底未起妄想，而且即个定力就稳固。定力稳固了，智慧必定生。安尼，一日慢慢佛种的苗，都直直茁壮起来。茁壮听有啦吼，直直大长。啊，大长到尾一定会开花啦，结果，这个必定的。不过嘛，佫用一句话讲，阿摩罗果，阿摩罗树开起来花足济，但是结果较贵了安尼。有无？咱生活之道都读到这个问题嘛？你要自己注意哦，人家说头发好五种阳光啦，啊，到尾就没去了。啊，你若是没实际建立，你虽然真阳光，不过佛法的义，你有真大的偏差。哎呀，修了不对啦，是说讲引导众生，法义上引导不对，这个也是地狱引导一个在里死啊。听好不？学佛对，建立佛法的三宝信心，啊，学佛对。啊，有那一定伫咧进啊，但是有那唔免急速安尼，唔免急速。当你建立好了，该人要拼，信都袂使，信都爱当仁不让啊，当仁不让，对吼？信啊，唔通搁再讲迄落啊，唔通搁单卖那边那咩啊？安尼吧，该人做。有人会当做你认为，不要紧，
吼、哦，随时功德嘛吼、哦。但是假使无人会晓做，这一款的工作无我单个来做，我就单个做。啊，但是你也有特性，人家会研究性甲你扶持。所以我甲你讲，你要做这吼、個，除了本身你发大心以外吼，你文爱佫有助缘哦。迄叫做长有他个，叫做如是缘。你若有这个心啦，有做甲你做，我甲你讲真正，因为咱的力量吼非常单薄。比如讲今仔日恁做我，有做到下台，哦一寡真有缘的人，我来甲你帮忙。单人的力量是真困难者，啊！你那种真真正正，你做迄个心，得大慈悲心啊！你绝对袂去输别人。我跟你讲，佛祖绝对跟你做彻底。你讲我全身这侪人要接受咱教育，那在我个人计算哦，我蛮好的呢。但是我计想讲，我今仔日去教育一挂菩萨行者哦，可能。在我个人来讲是，可能上界侪人去帮忙我，上界侪人去接受我教育，哦，这是确实。恁想看卖？那么这个是什么？第一，菩萨助缘；第二，咱大家助缘。因为恁若无来听，我要生活较困难；恁若要来听，因为佛道内底，你本身一定要度无量无数的众生。安尼靠个人生活，所以等于无量无数的众生来帮助我生活，这叫做助缘。哈、哦，安听好无？啊，恁白家那是安尼啊？白家咱你有心有迄个心，已经伫这个娑婆世界讲经说法度众生。那是无正这个因，啊，你迄个心都无达到十种，佛祖菩萨未助缘，众生嘛未活嘞。这是熟悉的代志啊，哈！所以这个就是你一定要发一个心，当仁不容。有这个大慈悲心，通好让你圆满，通好让你幸福，你绝对唔通提示，这个叫做当仁不容。啊，那就讲到有真侪人去做，当然你欢喜，哈！哦，这侪人去做，我就非常欢喜，讲这侪人有去做这代志，哦，一个真哈。啊，唔通讲啊，都有人去做就好啊，我放好我算了，不可以这样子。好、哦，因为各有因缘哈，各有因缘，所以现在对他讲安尼哈，菩萨因地，啊、哦，因地对今仔日咱们行学的这个因地啊，我怎么跟讲唔是干呐我呢哈？咱大家拢相像哈，咱大家拢是这个见学，就是伫这个法门无量习观学的这个环境中哈。哦、菩萨因地就是依佛果缘觉，这句话的目标、目的，但是发心，菩萨因地的依佛果缘觉而起愿心，啊，所以有带动住迄个愿心，四方世愿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动，会记住咯，你爱多，我唔通讲念念的，啊，都常常都输给带动给念，我嘛对念一个都好。啊、你想想，这个愿心哦，发的在实在哦。啊，不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本身要度众生，你烦恼无尽，那誓愿断哦。你烦恼无尽也无断哦。我跟你讲，你那是昏沉昏沉。我昏沉，我爱困爱困啊，无智慧啦。无智慧，要怎自度？啊，要怎度众生？所以，迄个烦恼爱断。但是烦恼要断吼，有一个基本，就是讲先学法门。因为你法门若是不明，到底变作断烦恼，变作断，哦，你无了解，你袂当断。但是你今仔你若断烦恼，你必定主动。但是法门你学起来了，你必定会当断烦恼。所以知影无？因为你学起来拢知影嘛，才讲人生对无始无明，卡来落，卡过来起一个个，起也无明。他来对了轮回生死，你伫法门中拢有解拢知影，但是如何去掉无始无明，哈、哦，就是迄个根本无明，
你学了迄个就一段基本烦恼，啊，你都基也无平，你都唔敢去学别处。哦，那么安尼落去到地壳，由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中间吼，去断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去度无量众生誓愿度。啊，那么呐，安尼第一诸多，第二多他，那么看佛得无相誓愿成啊。哦，迄、那个顺序是安尼啦。不然即马是伫即个法门无边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即个阶段哩。即马咱大家拢是，我嘛是去学啊。我无学袂使啊，因为工课要做真济啊。啊，今仔日唔是讲干啦，伫即个世间讲经尔。当我未来总共互我开悟无相法了，我一定要变现伫一百、一千个、诶一百个大千世界度众生啊。哦。每一个所在嘛，化身我本身的化身菩萨。当我开悟到二地，我一定要在一千个大千世界度众生。当我有三地水准，我必定在一万个大千世界度众生。那么这法门，我今晚嘛是爱继续学啊。哦，啊，我戒行嘛爱继续补充。哦，这是必定的安尼。哦，这是说明安尼啦哈。那么这是以佛告完告为，所以是直处佛告为境啊。这是咱的目标啊。那么所以提示，这个经义中吼，为之托本在本啊。这本经义，伊所有的就是要甲咱讲将来佛的水准。这本经啊，完告经是安尼。所以多种的经典，比如讲其他的经典啦吼。嗯，都有迄、那个叫阿含、前一阿含、中阿含，在多种的经典，在多数，吼、哦，是伫这个人间内底三界内随顺众生方便开始。其他的经典啊，但是这本《圆觉经》哦，是伫摩诃萨的水准开始的，就是叫大家讲在摩诃萨，恁大家目标成佛。但是这个方便开始吼，当然嘛，五乘法啦。五乘法就讲看咱这三界内当初佛尊的弟子，就是咱海师兄，伊到底是菩萨心境，还是凡夫心境，还是这个叫二乘的心境安尼？哦，安尼开来开始，海人这个叫做方便开始，何以渐进达到佛果安尼？哦，你甲看就是。这个摩诃萨的开始，伊的目标佛陀有哪要甲咱讲教，互伊成佛。成佛这条路安怎行？哦，啊，伫甲三界内，含在众生啦，众生包括啥？包括这个鬼道啦、人间啦、修罗啦，啊，甲这个龙天八部啦、海灵王灾，啊，是咱人道这个出家在家在人，哦，这个叫做众生界，有哪方便开始？哦，咱有哪会当达到佛果安尼？哦，所以佛陀所开示的众生哦，就是拢要成佛的意思哈。即句话，啊，即马法师都无一定啊啦。法师话都无加紧，叫我白搬，我白讲，安尼讲到一寡，安尼了解无？啊，不过嘛是基因的关系，啊，下师说梦话嘛是有地主给听啊。嘿，有那伊个前世基因啊，因人都种了无多，就变安尼，啊，所以这本经也好啦，啊，是直接讲成佛，啊，其他经典佮渐渐教众生安怎成佛安尼，啊，所以今来底佮讲，处境即直说佛境，啊，使众生忘其为众生之心，好众生，咱要成佛。佛如众生是相待，佛就是十法界最伟大的圣人。那么其他阶段菩萨，这个拢总叫做众生。但是佛是由众生所成的。不是由本来的众生所成，譬如讲，咱今仔日建立佛性，
就是等于建立菩萨性，建立菩萨性就等于建立佛性。这个真好，记好。那么建立菩萨性，唔过咱过去哦，过去吼、哦、六凡的中间有地界。哦，有畜生、有鬼、这种种叫做众生啦，吼，佮再来有修了。人间、天上、天上就等于有三界哈、哦。现在来就是啥？就是这个个诶，声闻，声闻即等于罗汉。今麦的辟支分，哦，那么这个是阿罗汉，这个辟支分，上本这个叫做那个是缘觉，缘觉有分一个叫做独觉，那么我今麦讲哈，咱今麦是徛在印度来这里。人间做人，像我注意讲一个吼，咱过去地较大过，咱畜生大过，所以咱进来这的内心，就是众生的内心吼。所以我咧讲，拢总有心来起地角心，恁那边实在讲啦，这无满偏的，因为人类就是安尼，人类会起。起东起西啦，比如讲火，要共放火啦，要杀人，你好食我只狗，我到底要甲你报仇了冤啦。所以我甲你讲吼，搁再讲回到转来，咱人有地狱心，有畜生心，有恶鬼心，恶鬼的奸诈欺骗心，啊，这杀人放火心，啊，这个无耻自白心，听无？啊，这个亲恨。心卡袂得的受气，啊，就怨叹，啊，啊，有那五常五德的心，会袂？有时你嘛是有慈悲切问啊，人义的地嘛有啊，但是呢，有那有天上三界的十善心哦，啊，嘛有家庭力的心，就讲我无拄梦想袂使哦，安尼一个。搞操啦，啊，什么妄念啦，是阿叔一大堆。你就想讲，看看下当来修定安住这个心的呗。我咧讲，这种咱的过去的十念因哦，啊，你今仔徛伫遮，有这个好的心，有这个贪心啊，你都对。内底拢有遮，就是咱过去这个环境拢大过啊。啊，阿什么来哦？不是安尼啦，你就有一个讲，我要安怎修八正道的心？现在已经明白道理，我要安怎修三十七道品的心，要安怎就完成气度无明，免受未来生干恶事的心。哦，这种主导啦，哎，所以咱现在已经建立，除了我要主导以外，我咧讲这种众生心嘛，这种众生心，你都有想，我要建立六波罗蜜的心，建立十波罗蜜的心，同我来主导度他呢。因为你慢慢地发起想在讲。众生有一个空性平等因，平等的心，这是共一性的。那么你就想讲，我将来不能个人要解脱，我要去度众生解脱啊！而且你得有这个心了，你发大愿了，你就开始进度甲未来成佛。所以还佫有个修，伫顶降还袂达到圆满，拢总叫做众生啊！哦，所以众生就是众业
所生，听无？啊，搁话搁讲倒转来哦。你今日进来是恶业，啊，着生个鬼畜生甲地狱，是恶业无？会记啥？种业所生哈，即句会记咧。啊，你若有十善业，我甲你讲啦，这拢总是恶业啦。因为修了一亲心吼，事实讲是一个地面上。啊，咱来贪嗔痴吼，是咱众生的大敌。贪嗔痴听好无？是咱的敌人哦，所以叫做三毒哦。众生无论一个有修无修，你一旦到有三毒哦，我甲你讲，真歹毒。但是三毒要毒害你家己，所以是咱的大敌人、大敌人。听好无？众生对着轮回，这原因就是这个贪嗔痴为主点。你若无贪嗔痴，绝对袂杀道用，也袂恶口、奇异妄言两声。所以这贪嗔痴是修学者是大德，而是众生对落的主点。啊，你今麦变那读贪嗔痴，你就爱家己好好去净读贪嗔痴。你若是无净读贪嗔痴，你无可能解决。你讲想亲人心，人在对着修落啊，啊。修行有千人心就对着修了，无修行的人有千人心就对着地狱，安尼啊。所以你即卖会去见哈，这个是恶业。恶业自然对着恶道，哦，啊，这个善业、善道，会去见哈，这个、是善业。啊，善道了，三界的欲界本来是善道，啊，不过呢，你要到色界到无色界，不是干那善道善业尔，爱去加定业。啊，这两个三十七道品，特别缘起法，啊，到这个个殊胜地，这个叫做解脱业。啊，了解无？这两项。这个是无解脱啦，这个叫做解脱业。我即马这个名相先啊换一个哈，这个叫做解脱业。啊，即马来咱要将来要成佛，啊成佛你爱做菩萨业安尼，所以这个叫做因果啦。你若无做菩萨业，你无可能成佛。你要对得上，啊你用讲的就讲，啊我就用讲的，我叫做什么好什么好。我叫做借光瓦粉，你嘛好啊嘞，借光瓦粉，对不对哈？你别少别讲起啦，哎，转转嘞，嘿，妖魔鬼怪拢成佛啦，听无？昙花组织天台拢成佛，所以我讲你爱实际落在菩萨业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所以这个叫做众业所生安尼。你要成菩萨，你一定爱做菩萨业。你若是讲要个人解脱，你一定要修解脱业，听无？你若要去三界诸天，而这个色界甲无色界，你绝对爱去修定业，十善业以外去修定业。好、哦，啊，你若要落在欲界内，这你一定要修十善业。好、哦，啊，若是讲你认得就好啊，啊，你就爱修啥？修五德业、五戒业安尼。你若有修五戒，你必定未来未对了，在人间道嘞。啊，你若要死，我阿不要紧啊，地狱有判的，我来去阿不要紧啊。无好，那么你就得去甲做十恶业啊。所以众生就是无共解境，但是就是无共的众业所生啊。啊，你若做菩萨业，你摆在先佛道嘛，啊。这个是实际的水准啊，你自己去选择啊，我跟你们说清楚啊，啊，安怎样修，安怎学嘛，不是给你们提醒，给你们督责啊，啊，要成不成就看你们啊，我没法当带你们去，我自己就要去你们，啊，又没法度，又要带你们去，啊，什么人也不能带什么人去，我给你们报道士论语，啊，道士论语现在就是你们有那个观念，有那个事符合道士的伊的修行，或者后面的菩萨跟咱做安尼，吼、哦，啊未来护龙华三昧开发安地，
现来一个真有水准的这个菩萨业就好修啊。哦，这啊，不过你现在重修咯，无重修你发就看变安怎哈、哦。所以现在在讲讲，处境直说佛境，但是众生哦，多数拢忘，殊众生忘其众生之心，就讲伊今仔日甲人讲佛境变作成分，但是一定要气度众生的心。这么来哈，气度众生的心，就是讲六道轮回众生，即句来甲讲安尼。卖个人想讲，你要伫有老的境界内底，连他们家叫起起落落安就好，唔当安尼哈。一定爱做菩萨业，才会当成就佛的境界安尼。所以，咱众生心哦，就是这十六尘的心哈，十五蕴的心，十四大的心，十五所的心，十六尘境上的心，迄、那个心甲变作佛心安尼，你唔得变得太白了吼。变嚟变佛心，就变做大慈悲心啦哈，听好无？唔当顾家己啦，爱小可为众生解脱离乐了，一定系安尼，吼、哦。但是呢，安尼才会当抵达佛果哦。所以呢，这本经典叫做《顿教大乘》安尼，啊、哦，这顿就是顿悟的意思哈。忽然间，让你体会迄个佛道，但是离经的人哦，应该不输。迄、那个叫悟空，直接来讲，唔免啊，完完安尼甲讲，吼、哦，都直接讲就好啊。这个意思安尼哈，吼、哦，知不自信其心，但是文佛所说如此，伊就会当确信如佛的讲安尼，咱就照安尼。吼、哦，谁讲安尼？如果一念会当决定，譬如讲我今仔日绝对要向圆觉佛陀这个境界了去进修。当作安尼讲，阿人就直接相应，安尼就是当下建立菩萨因地安尼，安知影吼？但是会叫做以无明习气，阿未当真诶进前，哦，唔是讲佛陀都佛陀嘛，阿未当真诶进前，一定爱用着功用，用着佛了中甲咱教一些功用来解应断无明，无明净土较要较第一步，安尼才有可能成佛陀。所以这段宗表圆觉的大陀罗尼大宗旨，但是如何是觉相？你谈多只有头前有一个觉性、觉相、觉觉用，如何是无明？阿边那段，他下面这段开始讲安尼。好，弥勒尊老，好、哦。